本期炉石传说设计师 Peter Whelan 将与大家分享奇妙的古怪科学，以及科学背后的绝顶聪明的团队。你将在炉石传说全新扩展包砰砰计划中遇到这些科学家。科学挂彩砰砰实验室是砰砰博士的秘密研究机构，漂浮在时空风暴内，其构造如同迷宫一般复杂。在实验室中每一条走廊的尽头，你都能发现引人入胜的发明、奇绝诡异的设备或是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。在这间充满奇思妙想却又危机四伏的实验室中，你将遇到超科学的研究人员。这些科学怪才包括气象学家、天文学家、生物学家、灵魂学家，甚至还有研究科学家的科学家。这些传说级的科学家每人负责一个独特的领域，并拥有相应的强大力量。在8月8日砰砰计划上线之后，你就可以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组建套牌，大显身手了。在等待的同时，还请关注我们发布的视频，来了解砰砰实验室的更多内容。立即预购，成为伟大计划的一份子吧。预购砰砰计划标准合集，你将获得了 50.2 奥数之城，同时获赠50包砰砰计划卡牌包，一张随机的砰砰计划金色传说卡牌，以及机械加拉克索斯卡背图案。大王合集，预购砰砰计划大王合集，你将获得 80.2 奥数之城，还将获赠80包砰砰计划卡牌包，一张随机的砰砰计划金色传说卡牌，机械加拉克苏斯卡贝图案，以及数十新英雄机械加拉克苏斯大王合集中的艾瑞达之王。玩家可以同时购买砰砰计划标准合集和砰砰计划大王合集，不过每个账号只能购买两个合集各一次。你可以立即使用你的全新卡贝图案和数十新英雄，但你必须等到8月8日砰砰计划上线后才能打开卡牌包，看看到底获得了哪一张或几张金色传说卡牌。神奇黑科技游戏不用下载，点开即玩，关注太平洋游戏网，传奇口袋妖怪全民补元话费等着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